年44岁嘅陈贝儿，凭主持无线旅游节目《无穷之路》系列，旧年蝉联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女主持。佢近年不时更新社交网，继早前行深水埗福荣街办年货片段之后，佢又分享帮衬一间成日去嘅打冷店嘅片段。老细，几多个啊？今日3位，哇！我特登早啲嚟啊，呢度咧好难揾位啊。陈贝儿嗌咗多个餸，佢样样都大赞好食，当中包括腊味煲仔饭。阿师傅会帮手搞，会唔该唔该。哇，谢谢，等我自己嚟唔该。Thank you， 好好食，大计食。不过有网民留言批评煲仔饭卖相差，话第一次见到煲仔饭咁冇卖相。更有自称当地街坊表示，嗰间餐厅味道一般，员工态度差，仲话附近街坊都唔会去食。